过就都被人溜了，对吧？请向罹难者已向自己为寝室 ID 请鞠躬。上。姓彭。请向罹难者已向自己为寝室 ID 请鞠躬。那后续的我们的包括在整个慰问、关怀、安置以及重建，那我们都会在这个我们今天公祭以后，我们随即会展开，那也会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深次的检讨，来让我们的城市能够更安全。那相关不管是在我们制度的修正，或者在执行面的落实，那或者是在调查的过程，或者是相关的工作，我们也会不断的来检讨，那希望能够抚慰我们所有的罹难者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